爸爸，你两个都过来了。嗯，真棒。哦，乖的乖的，就开乱整了。我希望老二太过冰凉了。儿，你要记得给老二发个信息，喊他水果去拿吃。来一天中午水果也没有吃。等会儿他说嘛，就是嘛。啊，走了不来不来不吃老餐。嗯，这菜还有叔叔那些，我都给他装上筷子的了。该说喊他拿出来吃。嗯。那不拿可久了，要不得。你那东西都没得，都是自己拿包了。我没得了，你们订车票跟我订没有，我都要回去。回去你不会到嘛？你回去就吃难点的，你叫这家耍点子好点了。我不，我要回去，我自己下耍点没没事的，就是吃点菜都贵得很，我等于是菜摊了喂猪都多得很。你就是犟，你要回家给抓子嘛？这底下空调一有开就不凉快的啊，多你个人吃了好多的菜嘛。不好耍，你就走，你就下不去凉快点些，走楼底下跟那些娘娘那边还龙门子那些。屋头又好热嘛，那农村喽，太阳一落嘛就凉快了的嘛，那就少了，还少热点。你呀，硬是讲，我跟你说，一会儿老汉儿晓得了，闹他你。那滔滔个屁，我走着了，晓得个屁啊！屋头空气都好定。你还有啥子东西没放里面？没得喽。我倒收拾可以了。屋头弄热的，妈要回家给就等他花给回家给他屋头吃的东西那些要那种的自己喂的，就只有那种儿回去。我看喊那个装空调，哎，你同学不是在装空调吗？喊来装噻。哦，喊来给妈安一个，天热了咋不住来，要不得，就自家装个空调。啊，要的啊。妈说过一样，你回家给可以啊，回家给你不准给整这样子那样的哈，你是要的，否则给整我有话说给你下。要的，我听你们的，啥子都不做。本来你也现在就好好养，你要喊你养一个月。就是啊，你抢着娃儿，妈慢点，我拿东西。哇，反复都完了。我不是好啊。你别动不？对。十五斤幺儿翻过来十五斤面。冬瓜。嗯。哎呀，热得不得了！早上又洗了头发，醒了都没有敢来拍镜，那是长的。妈，你这都不要出去整嘞，就是屋头吹点风噻。你不要看它这没出太阳，外面闷热闷热的，还是凶。这个天，三十多度。到我电话好了，看着我小伙在当着。喂，你在抓子？我在耍的噻。在耍的啊？那你好久有空嘛？你有空来给我装个空调嘛？今天有空啊，那你今天来嘛。来的，我啊，要的，那我在屋等你哦。我把我头没不动了。喊不来妈妈教你，你看到吗？坐在这儿，拿一个包裹给妈妈，你看到吗？这样，爸爸对待这个孩子这个吃吃，看吗？你得来不嘛，这是？不是我打幺儿，你看嘛，给我弄错，嘿，惯按到啦，一拉那就下了，看嘛，嘿，那就下了，按到，对，弄按到弄个，啊，对，弄个，嘿，嘿。爸爸，你两个都过来了。嗯，真棒。哦，乖的乖的，就开乱整了。阿姐，你不专心啊，你。那个撵狗打你。给他整了多少肉？还煎出来了，那个西红柿啊，放下整。要得，照顾那么多，还整得住。妈，你空调俺那从几号嘛？哪方？你俺那猪肉都抓走，俺这屋头我咋不住吹？挂冷的，你就俺那开冰冻嘛，就吹到了噻，你话不？俺在外墙，星期六我喊拿的那个是大空调，但是小空调儿出不得线。哎呀，只有屋头有点风就可以了，我咋不住吹？这屋头本来就凉快，这样就晒不到。你在这想吹点空调？你是不是想吹空调？哎，你黑的哪了？你是不是想吹空调？啊，要微不微的。你咋弄了？你是不想学？来嘛，加班了嘛。
走得进去不？你高一下嘛，要穿得过嘛。哎，你不要在那主观观哎，我们这高点了嘛，是。哎，也要举起来嘛，你当兵是咋混的啊？我们要拿一百分拼上。哎呀，高子嘞，没那么久，不然了。当人家没安亏之前都要给他算计的。咋过了没有？大哥，你要下去试一下噻，万一你技术没过关、啊。没去过，我追不上那个大腿，不用猜了吧？不是噻，没试到分啊。那有几两个赚的快些？差不多。几两个赚的快？哎，可以嘛，这空间大的是不重要。